黑马750 APP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aybeer Pub 的发起人冯晶。我有安逸的生活，我愿意做一家有阳光的店。我的快乐来自于偶然的遇见，却又是必然的有缘。Maybeer 是我的态度，我希望我的态度能够影响所有的朋友，所有的一切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。我只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